博士哈，即一个人的一生内底吼，讲做迄是金圣叹讲什么他乡忆故知吼，金榜题名时嘛吼，个一个啥物事？我伫台湾信息唔捌真贵呀，也毋过来遮捌伊个时阵，感觉着讲可能真久个朋友安尼啦吼。Because 因为我看伊个个性，我甲我个性足共款，就是讲 once you promise to do something and you do the best for it， 伊就是即款个个性啦。好，因为我甲伊斗阵有真侪行个工课吼。感觉到伊就是即款嘞，我那是圣经讲个是愚公个人啦吼，就是讲都就是个做落去安就是啊吼，就 please 吼somebody 吼还是讲 share with somebody 安尼吼，我感觉到即几样就是即款嘞人吼，讲一个，伊是咱个班主任对唔吼，咱若来遮上课时，咱个人来呢，听嘛吼。But he have to worry about， 你请啥人来呢？吼，请啥人来吼？所以食期的头前，你开始开学以前，都拢总把 schedule 摆好，你知吼？那是你吼，你摆好了，忽然间有一个讲完吼，袂当来，跟你讲 I cannot make it， 你想你会安怎？会讲无今日卖上课安尼啦，但是我甲伊拢唔是即款。What we have to do it？ 吼，没有 ，How to do it？ 伊就是个聊落去啦。今日一个节目吼，就是伊安尼个聊落去。吼，真正是安尼吼，因为伊个安排会当我袂当来。我真久同来讲。Just in case 哈，你那是因为吼，登记吼，不要紧。因为我伫医学上会去做可能不相关的学生啊，所以我做点 material， 我会当 replace anytime， 请你唔免客气。伊吼，伊就是做代志都有计划，甲有用心。伊因为阮吼。阮斗阵去澳洲旅游吼，咱知影澳洲上界长的河流都是条，来河，第二长的都是条河，多瑙河，阮去旅游的吼，就是未来河啊，行到多瑙河吼，这阮的旅游的中间是 for fun only 啦吼，唔过一路来吼，我感觉到我的同伴吼，诶中间足侪人拢总唔但敢若有迄个 curiosity， 到迄个 scientific mind， 伊这个 PhD 吼，唔是遐尼简单贴掉的对啦，哈哈，he had to be planned ahead of the time。我你知啦，丢牧师吼 ，every morning 就起来吼，就咧翕起来，迄个 sunrise， 甲迄个 boat 经过迄个叫做闸门吼 ，how do I say in English？ Lock， 哎呀，迄拢都67咧，吼拢大家拢，敢若像个小朋友安尼，遐尼 curious 吼，看一个就好啊，嘛是第二个嘛是搁看。We learn a great deal 哈。那恁知影多瑙河哈？多瑙河的河床哈，河床是伫迄个 Black Forest。By the way， 多瑙河哈，真长是伫德国呢，唔是伫 Australia。嘿，多瑙河发源地是伫德国 ，Black Forest。呀呀，这个 Rhine 那个莱茵河哈，
是较低卡，所以莱茵河的河床加多瑙河床是差遐远的吼，差不多几廿公里吼。啊，唔过 ，how do a ship from here to there？ 吼，啊，所以就是今仔日你甲大家分享啦吼。我感觉就讲，即届吼参加即个澳洲的即个 river cruise 吼。make a lot of friends and learn a great deal. 我真欢喜讲有甲遮尔济同伴去佚佗吼，也予我 a great deal opportunity to learn 吼。也啊，其中吼，前几下即个伊个作为啦吼，我有真济，我拢大家拢有写一挂吼，我呢，我教授嘛有写吼，吴教授啊，迄个建文娘吼，嘛有写啊，阮伫教会嘛有分享过几两摆，啊，想想讲，即个遮尼好个物件，哪会当？伫咱这个长兴教室吼，来甲大家分享。啊，那有迄个 opportunity 吼，我呢足 recommend 讲大家去坐一摆即款的 river cruise 吼。不过我有几内个friend， 因嘛有去坐即个 river cruise。那为对即个 Budapest 呢，各落去安尼吼。较无问题吼，嘛个那是为阿姆斯特丹往上，有时那唔是伫春天，唔是伫热天，那但是秋天的时候，迄个水位较低吼，啊，你无法度伫船底安尼行去，人都用巴士甲你载过来，个别个趟这个坐船，啊就较无去，阮头家买拢坐船。今日吼，今日足欢喜讲，今日就是咱前几日要来甲大家分享讲，澳洲的迄、那个即、這个 river cruise 吼，点点滴滴啦吼，啊我介绍各家啦吼，啊今日牧师要搁介绍啥？介绍中药吼，好，无咱用个爆发声来。今天真欢喜吼，即摆徛伫台顶咧做 speaker， 小可含做主持人小可无同个所在，我心肝皮一抓，昨个血压特别快。OK，Anyway， 这是咱人生爱经历个代志吼，所以有这个机会我来去啊，来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Before 这个以前吼，我先。欢迎咱个Dr. Akio Chen 特别为先生过来吼，谢谢，感谢，伊嘛是含蛮当然啦吼，但是咧看迄个天鹅的总指挥就是伊啦，OK， 所以即摆旅行是会使讲得到足济 actual 的迄个 benefit， 所以我则借这个机会。甲当作讲，阮去外口寻宝，去摕着鱼啊！但是这是用野人献宝的心情来和大家分享，也是各位认为这是一粒石头，为遐客人个啦，吼。OK，Anyway， 这是作兴来和各位来分享。假使讲这以后老要去的人吼，有淡薄仔参考 benefit 的，增，互你增加这个。旅行的特别个有真大个迄、那个迄落、那個，要开始就让我做一个迄落唔捌去欧洲 river cruise 的人，先介绍，完全拢捌去过。哦 ，OK， 咱有去过吼，含我即摆去的有33个去的吼，
啊，你请啊，亚秀徛起来，吼，大家甲你拍波啊，讲安尼有这这么好的谈话吼，啊，啊，假使若要去，有也未捌去的人，遮的同伴吼，因拢有足好的心得，足好的经验咧，会当下面做参考，互你未来的这个 cruise 会阁特别趣味，特别收获。啊，我今日用足罕薄的心情来和各位分享 ，OK。所以我要讲的是讲啊 ，Share Europe River Cruise。我即节要休息一节，着重于肯尼亚运河。自细汉拢知影讲运河，即句名词自读小学的时阵就知影讲运河运河。结果即摆真 surprise， 讲即摆旅游有遮济运河，迄运河的功效，必须。可以即个澳洲会当为东甲西整个贯通，哇！会当欣赏讲，只亲近手会当 touch 到即个 rock 的即个感觉，是讲感觉真伟大，人类即个 engineer 的 achievement。所以我有感而发，就讲好，啊，我只要点点滴滴将即个运河的资料呢。收集得真完整，啊，来和大家分享。啊，下半节呢，加小可浏览即摆旅行的整个这个啊所见所闻。啊，所以小弟是用这个心情来和各位分享，而且会当欢迎咱长青教师诶大家来分享，这是我这个我的 purpose 吼。啊，有啥物所在？无周知，也是讲有讲了无好势先，请各位包涵哈。OK， 啊，因为时间就有限，我有几个迄落影像的迄种爱微头到的放互各位知影吼，所以才有一个迄个亲身的感觉啦哈。所以今天是这个，阮要去以前有。就无简单，有33位的同伴拢为咱遮去的吼。啊，我要去嘛吼 ，meeting， 我嘛请专家已经七到过，大家真捌 Solomon Min， 哈、啊，闵士贤，伊是做阮的啊顾问，嘛来阮要去以前办完看讲伊经过是啥，所以阮，而且阮各位拢 assign homework， 啊。大家团队精神，欢欢喜喜出发，所以这次旅行呢，这个 cruise， 阮是计划，是为阿姆斯特丹到这个布达佩斯哈，这个距离有1228迈，你看偌济偌长，台湾的十几座了哈，那用 kilo 是1800 kilo 了，1800 kilo 公里了。所经过有13个都市，大大小小，啊，有3-4位是 United 迄落世界遗产中心，经过有5个国家，有3条 river， 第一就是 Rhine， 第二是 Main， 第三加多瑙河，啊，佮加一个中间的 Canal， 就所谓。跟你讲的这个 canal 的功效，围绕这个 canal 没办法畅通，由欧洲西部到东部，北海到 Black Sea， 所以这个是在工程上，在效益上是一个真大的工程和这个人类的贡献，对。啊，中间有68 lock， 可能很多中文就是讲闸门。啊，我这摆拖到有33个 member 参加，中间阁有2个为西雅图来台湾人啊，哦，伊夫妇，所以有35个。所以我每一摆的 cruising， 这个啊 tour director 对我嘛有照顾，我拢特别一台专车，所以指定红色专车就是我要坐，一路车我免含那小钱，所以我嘛被 treat。真，算讲伫即个
130几个内底，阮30几个三外个 ，almost 1/4强，所以不能小看啊！而且我们在那边的表现呢，把我们台湾人的形象呢，也带给国外的旅客朋友，这点嘛是足大的收获。OK， 阮坐这条船是 Moral Dutch。摩洛大起来的伊毛过来的迄个船诶，无共个，那是讲咱台地有观光号、几观光号，啥物啥物啥物安吼，伊这下面等级小可有关嘞。那像这只船，你小可看一下吼，伫头前这个差不多1/2的所在，拢是一个公共区域，一个迄、那个会议的所在，伊的下骹是食饭所在。然后伫另外这边较悬的，即有3层的床位，所以这只船拢坐在130几个游客，而且因的工作人员也是30个嘛爱坐，所以这个船大小就是安尼啦吼。啊，阮5月22会当全部为无同的所在，主要来自于 LA， 有2位为。圣地亚哥啊，有5位为芝加哥，那个 Michigan 下来，啊，有另外2位是 Arizona， OK， 所以个性有33个，我告伊哈。这个是一开始迄个下晡是一个 Welcome Party 哈，啊，大家由各地不同的所在哈啊来聚集。要开始制造的旅行，因为我要讲 Canal， 所以我将这个 River Cruise 吼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讲，伊伫这个 Cruise Industry 内底呢，变成一个足快速的发展的一个迄落，吼，是因为伊啥？因为伊有一个小型的船舶，你等一下看这个吼。而且也 free parking， 伫欧莫即少个所在，都有一个城市啊，是村庄，欧莫是伫 center， 因为河流经过拢是伫 center。刷来去，伊即个特色就是讲，你大只 cruise 海洋的 cruise 袂当去的所在，伊拢外头去，所以有只个特色，也才有发挥伊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为空中造出来的，这个，所以你会当看伫河中这只 cruise 叫做 river cruise， 你看伊的左右有一挂城市，伊会当 parking 的所在，剩了另外一只会当 parking 一只所在，任何一个啥物所在会当小可有一个码头的时候，伊就发到 parking。所以咱较早阮足侪拜去 land tour。要看到一个遗产中心的时候，中心，而且街路足细，大台车袂当到伊，所以爱停真远，然后行过来。啊，那用 river cruise 呢，欧莫停伫个 city 的 center， 用步行就会当到迄个所在，所以有这个特色，吼。所以简单来讲，这个运河，所以你若知影这个运河，就是讲运河。就是人工造成的，啊，伊来照讲是一个 channel， 啊是一个 waterway， 人工的水道，所以你若照这個定义来讲是人造渠道或人工水道，主要目的啥？用于输水和运输水运的车辆，所以一般是认为讲是河流的人工板。第二点，围绕做水坝，围绕做lock 船闸对了，这个作用来增加并稳定伊的一个 stress 的水位。Without 这个 ，you cannot do， 这个 purpose 无法实现。所以伊就无法度将迄个水位甲稳定起来，啊，增加伊的面积，啊，会当伫山谷中来使用，
从而利用它的资源，这是一个混合的最大的效果。现在整个半集要休息以前，我就是主要要来讲混合的资讯，混合的怎么操作，什么以你看整个这个 presentation 了，你对混合就有所了解，所以一些像 making the connection， 主要要连接两点 ：the European gate to Southeast， 欧洲大陆围绕混合没办法畅通到，尤其是欧洲的东南角。因为它发展的比较慢，从中欧、西欧发展，然后往东退。现在开始要讲，这个运河是它的名称叫做 The Rhine-Main Dock Canal， 就是讲莱茵河、美林河跟多瑙三个河流的 canal， 所以简称是 RMD canal， 这个河道这个流域的长度是2200米，但是运河所占的才100公里，所以你可以说，以这个要做这个运河开始的来龙去脉，好，咱再看这个 slides， 好，这个。头先黄院长讲到，多瑙河起点是在德国的黑森林，为啊开始，然后向东流到黑海，哦，这个是啊，伊的迄个流域，哈，就这个岛就是这欧洲大陆，哈，这有一挂黑色的。黑色这个黏的，为这个西部的河南的港口，来到这个上界东部这个黑 Black Sea， 这个规拢黑色，中间有一点啊红色的，这个就是今仔要所讲的 RMD 运河 ，OK？ 好，这个运河伊这有特别写讲，莱茵河来到。一个程度，吼，然后接到缅因，缅因再下来，肯尼，肯尼再下来，blue， 蓝色的，喏，一般通用蓝色的都了，好 ，OK， 你看伊这个，伊这运河距离要搁是偏离欧洲的西部，好，所以欧洲开发为西部、中部、西部才开始这個。可能这运河嘛有占着足重要的功效哈。这个整个这个流域，为西甲东，阮所坐是无坐到安定的东部，是到布达佩斯，所以是为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到布达佩斯 ，Hungary。OK， 这个。这个中间有这座行程，差不多有1128米啦。但是这个有60个 lock， 这60个 lock 在这个分布图内底，你当看出来。伊这个线吼有照海拔高低来啊。上右边吼，这边是为荷兰的。运河那边开始了，迄也是有一座桥，是开始即嘛，即个了，即个了，即个两个拉克伫遮来，开始就规个缅因河的即个拉有遮侪滴个，30几个，刷落去真正运河呢是为这点开始，伊的水位是较低，这边是缅因的河，伊的水位和多瑙河水位无同，刷落去遮侪10几个来到这边。接到，开始就多瑙河，过来整个这拉多瑙河，所以这68就是阮所经历爱经过的一个闸，
不管是温和是流意，拢围绕这你无得啊切你的你的这个代志啊吼。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你讲这个温和内底有十几个这个蜡，啊，伊这个上上下下有代表伊的位差海拔差，吼、哦。所以伫右边这边，伫这边，我若讲这个就是一只，这多瑙河伊水位较悬，这个是美林河较低，所以因为这个伊只的拉克，所以你知影讲这个水是安怎来吼、哦？这个上悬这点就是欧洲伊的山脉的分水岭，吼、哦、啊分水岭。照文献写是1340 feet， 但是阮伫坐日船是因为是迄个拉比罗迄个，所以阮量起来，我1330 feet， 差十 feet 足准。这是阮是在伫手机个点起，这1330 feet 这是 next slide， 哈、哦，这 next slide， 无形中你坐伫迄个船内底，你会当知影迄个海拔高度。他们一直在水里，才差十米，哎，十 feet。OK， 即马即红色的，伫即图内底，即红色的，主要要讲的即个运河呢，其实拢是伫德国的境内，由于即个 Bamberg 到 Tehem， 这些德文我读了无一定正确，即、這個、中间吼有100公顷米。所以咱咧讲的温河，就是伫这个100公顷米。OK， 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啊，就讲啊，这个我这个河南的所在来到面的是有330公顷米，面的迄个所在来到 Bamberg 有240，啊，真正温河所在这个温河呢有100公顷，然后各类迄个到这个上界。东华的 Black Sea 的迄个出口，遐就够1500公里，所以迄个东部伫多瑙河中间呢，是其实要真少人去到迄个布达佩斯国内来，因为啊，含民情、含治安、含交通、观光较无遐发达 ，maybe in the future 也是有可能 ，OK。这个，那你的温和用一个数字来给它描述，伊这个温和是其中一，你若讲伊土土2000公顷，这是为北海加布拉西的中等2700公顷，这是正吼，这数字不用看。伊这个温和的开始呢，是1921年开始，啊。历经70年来完成，1992年才真正完成。Before that， 即个运河无通的时阵，你是片段的通行，我都讲东西改串的，啊、哦、啊，即、这个运河是100公顷的哈。咱看即个运河，伊的深度呢13 feet， 伊的宽度呢180 feet。所以这运河就是这么狭窄的范围之内在行驶，所以你就限制你的船只不能太大，灯多长一点还是可以，只要在你的 lock 的长度能够赶进那个 lock 都可以，但是宽度呢就是这么大，啊，也速度你看，可以塞8米1点钟，哈，啊，有经过偌济桥？122个桥，所以有桥经过的时，你要考虑到伊水位，你水位高起，桥的海一定，你的 cleaner 是一定，所以若小可有一个水灾出来时，加一船你就无得好。所以好运歹运，按那经营时间，所谓高低含义，因为第一伤低袂当行驶，伤高有桥来限制。所以要去七岛这个时段 timing 是非常重要。OK。
做些参考。啊，伊个 total cost 呢，会当到4.2 billion 诶美金，好，可想这个数字偌大哈。这个图就是足够大，咱以前嘛，我看到这种，那是最高啊，用一个迄落来闸门就会当开水泵水动起来，啊，让伊水位有够迄落，也是做灌溉来用，有真好个所在。伫台湾的加兰大圳，虽然是大圳，也类似一种 canal 的一种。那个它的目的呢，是在灌水，就在输水用途，从山顶乌乌沙来搞农地安尼。伊这个 canal 伊有一个所写性，吼、哦，因为牵涉到伊这经费有德国政府63地方。州里面内底有一个 Bavaria 一些 state， 其中的德国的一个州用33%来完成，所以这个目的是要建立一个 high capacity 的 waterway 的水道就对了，所以水道就是运回意思了。1922开始，了分作吼，啊，搁一个62和76吼，啊，先完成这个，伊可能。有分两大啦，部分嘛会当用水力发电来诶附带效能所以伫这个咱们今仔日讲的这个运河内底呢，其实伊的大小、伊的 deep 啊，内底有16个 lock， 啊，干呐做这个运河成本就是2.5 billion， 哈、哦，所以可惜。因为你若看这個，即马等者看这個，看这伊个地理位置哈，伊、哦、毋是伫平地，这个红的遐吼、哦、是第一个阶段完成的，吼、哦、啊完成阶段，伫这個红的搁落来，这个中间，你看这个1921到76，50几栋，才完成这段，啊偌长呢？才一个45米，这个中间有。7个 lock 闸门，啊，所以伊要做运河，譬如讲有水位，伊就爱甲掠堤起来，啊，掠堤起来，爱一个叫做水利工程来甲做这个，哦，阿门土沙啦，哈，甲防止会当水会当好多水的程度哈、哦。第二个阶段就是搁另外的下骹的红色，伊有9个 lock， 伊是82年，啊，才做到92年，其中这内底有3个 lock， 伫卡瓦这个，这相关伫遮，伊这分水岭，欧洲这个水域的分水岭位置差不多这个，伊有一个名称叫做 Hippostan 的迄个是头路伫 iPhone 索尼的时阵1330 feet 的这个地段，然后往东往西，因为水的。由上往下流，自然就会去。迄、那个高点底下先，唔是分起来，就是有一个伫倒边，有一个正边，安尼吼。所以这个哈啊，当时这个第二阶段爱完成的这个所在咯。啊，完成了有一部分的这个部分，你看，伫海外边啊。这就是已经运河还没平行了，哦，是这条海位啊，这运河一边啊，哦，啊，所以你看，伊会当伫架空伫下骹是高速路，顶面就是伊个 canal， 哈。即马简单来叙述伊个安那 construction， 有这个图来的哈 ，water runs downhill。哦，自然会往下流了哈、哦，所以伫这个伊这个要做这嘛，爱造一个迄个储水槽，叫我都提供水来做闸门，要无为了水，都无迄个讲会当提升，会当降低水迄、那个 ship 的迄个功能啦哈、哦。啊，所以你若油价这个来讲，较悬的，你伊这话
有小啊斜的，表示伊海拔块无同。右边较悬的这边就接着多瑙河，多瑙河的水位本来就比缅因河这边较悬。啊，另外这边这就是缅因河的这边哈、哦，因为莱茵河是已经是搁较西边了，直接运河来的是完全无 touch 到的，这个莱茵河。啊，所以这个伫 reservoir， 伫这个储水较有两个储水的所在呢，绝大部分都是为这边多瑙河这边过来，所以少部分是为这边缅因河入来，哈、哦。所以这个运河咧做，就是等于那是一个水梯啦 ，water staircase。那是讲咱爬楼梯相共，有爬楼梯就上楼，就有下楼。所以这个伊个运河无可能讲完全一个点上流往下，或是只有爬只有降，有爬就有降，爬到最高，然后再往另外东边也是在降。所以它是一个爬楼梯的方式，也是它叫做水梯的，哦。爬到最高的那个water shaft， 就是以中文来讲是集水区，而且这个海拔最高的地方，然后以这个数字你看看，为这个500几的这个海拔的这边，然后爬到1300几，然后再降到220几的 feet 的这个，哦，所以有这个。自然的现象是，伊坎内尔最大部分呢是爱 pump from 啊坎内尔那个多瑙河，因为它水位已经这么高了，就容易得到几米的坎内尔。你这坎内尔放水进水，拢需要足些水子啊。啊，这就是一日尊顶的欣赏。啊，经过坎内尔才离开哈、啊。你看，这个坎内尔有诶，伫高速路顶面，有诶是伫多伫站过普通诶平原，这嘛有。当然，咱真侪伫高山中间诶山谷中间，咱无去看到。平地、山地拢拢有哈。即嘛强调即个水闸、闸门 ，lock。伊即个策谋就是要提升、降低船的作用，哦、然后每一个呢，伊有623尺的长，有40尺的宽，啊，上大的即、这个啊进水量呢，有10 million gallons of water， 所以只要一摆船入去。放进水退水拢爱一挂手续，所以来来去去是这水的进进出出的。啊，由这个图来看，你这个看伊有一个闸门，有一个前后，但是我看了，互你知影这个了解。这个大面型就是安尼尔哈。一般的拉，伊的拉个有。一个叫做两个 gate， 不管你船是位在来，位在来，有一个 bottom 跟 top 的闸门。这个两上上下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客服，一种是直立式的，也操作哈、哦。啊，今嘛这 lock 就是这个 size 哈、哦，这个 lock 已经做好啊。伊个宽度呢，除了讲规拢错掉重来，阿的话，伊个宽度12米，所以你个船个设计不能超过这个，哈、哦。你速度爱较紧，我即马即个一个 example， 即只船是 Upper Street， 迄个背架。啊，爬起即嘛，即只船入来伫即个 canal， 你看上 top 入船入来，中间个呢已经入来，
所以这个 button rock 甲伊 block， 所以遮个水好伫即内底，好伫即内底，你当操作是要升水要降水，但是即个地面是升水，吼、哦。即摆第三呢，升到一个高度，伫左边的即个 top 即个闸门呢，就爱甲伊关起来，所以变白白。啊，这个闸门就是应水位来，你想这不了球以下，我现在准备当容易通过，所以准备通过闸门，就是看起来真简单。好啊，相反你 downstream 也是一样，你把关起来生水，好 ，OK。所以为了要达成这个。升水降水爱加些水，所以伫即个内底有分 reservoir 1、2、3，所以大部分60%的水呢是为即个上顶面加来，即个40%在为加来，好 ，OK。啊，这是伫平面内底看到即个 reservoir， 因为水你临时要创的时，一定爱储藏随时 moment， 有一个设备讲我迄个开关热了准，这水就出来，热了就退水。这是伫只伫个平面上看到就有三个 reservoir， 三个 reservoir 的 physically 伊个海拔位置都无同，所以利用伊个位差的去捉紧的居民哈。我本来完全靠这个电动的炮，很爱需要捉这个 OK。这是伫平面上看的这个啊，即马看是 lock， 整个这个图像这是一个混合，所以这个混合嘛是爱有这个 lock 来完成伊的工作。这是我另外一个面吼，平面来看，伫这边的遮吼，这就你看水位无同，位置较低。中高、特高，然后来提供这个lock 都是这中间，这也代表这个叫做 lock， 哈、哦，啊，位置本来呢是温柔的几百，哈、哦，安尼，这也是在讲这个 reservoir 的对于这个闸门提供水的这个有分。分做伊本来这 reservoir 的五分伊个位差，所以这放料来的话，对着放，爱足短时间完成这工作。所以阮咧坐的时，你伫遐等吼，真紧就完成。所以你第一手看到这咧操作，感受良多了。围绕这个 lock， 你的所有拢无啊。好 ，OK 。这个就是我阁讲一个，这个伫这个布达佩斯到阿姆斯丹的，以及68 log 的设计，伊的 dimension 就是安尼啦。伊的长度190米，宽度12米，但是阮坐这只船，加我伊的 dimension， 这只船110米。的长度、宽度是11.4，11.4 vs 12的这个水道闸门也好，看偌细。啊，那实在是看到是安尼啦。所以这个船要入去这个两边的迄个就类似就是安尼啦哈。啊！即何里讲实在实地哈，我咧东坡伫遐咧欣赏船安那过。你看伊即个船的边啊，含伊即个春秋，你都望得到。所以会使讲无到做三分之一公尺了，会使讲30cm 的迄、那个。啊！只船要驶啊，只正确，无去有偏差。有一个技术 ，OK， 啊，所以
食者会当感受，因为这经过遐济吼，啊，这就是伫现内要入去闸门的情形是安尼。啊，这只这是一只这个 cruise， 不管伊是送货啊送旅客，都是爱伫这个范围内底行驶啦。哦，啊，这边就是讲，乖乖那么等等啊，人工作人员查讲 ，OK， 谁到了闸门口，他有一个交通指示，拢会当遵守这个。所以到尾完成了，阮对这个派路这个，感觉讲哇，无简单。这长的从十六日的中间有差错的话呢，所有的行程都会 delay。 哦，你看。无名英雄就是伫咧驾驶内底啊 ，OK， 即互你感受到即在那细细啊个只有笨在小，所以即嘛你讲即个 cost 已经有提，比如讲4.2 billion， 好，啊也，伊啊个当然要有 power play 有一挂收入啦吼，照伊即个资料显示讲伊 payback day。是2050，那起码在2019，还不老久，足久。但是若无做嘞，可能还过较久啦。所以，好啊，来，我是咧想啦，这个运河的完成，还是因为伫德国的境内，德国的研究人和德国人来做代志呢。啊，你若伫别个国家，未必，那是我咧想嘛，啊，想当然是安尼啦，吼。啊，所以每只船。也是讲运费这拢因有一个计算方式嘛吼 ，OK， 啊这是一个 cost 的比较，那百瓦的话一卖3 cents， 那百公路24 cents， 百铁路12 cents， 所以你一看就知影讲这个 cost 的迄落是爱安怎吼。这个图就是欧洲大陆，我那是延续上一张来了吼。伫这个顶面这个直线，就是即马咧行的河流的迄个啦，差不多2000几米，就是为河南到 Black Sea 的这个迄落的距离啦。假使讲你若用较大只船，还是要来行，就爱绕道安尼吼，来到来到这安尼。所以这个教育这个迄落就是讲。六至八日的新 river 就会当达成，你若用这个下卡车，就要20至30日，所以三倍的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代志。OK， 这个当然每一个代志拢有一个 yes no 的代志嘛吼，伊假使若 no 的代志嘛足侪嘛吼，因为爱经过 national park 的这个生态的破坏嘛吼。啊，其中有一个阿尔姆巴雷，也是伫个即个巴维亚的一州的一个真水的地形，但是爱穿过迄个时，所以加减即爱破坏着。中间当然为着要 cost 和 benefit 的迄个 analysis， 因有做过迄个嘛吼啊。费用嘛，悬嘛，啊，欠伊即个 landscape， 但是呐，伫 yes 内底呢，你看只 impressed engineer achievement， 完成即个工程的即个成就吼。第二就是较俗的航行航运。第三，我感觉是真重要的 flood control 水灾。咱常听讲欧洲的水灾。但是我有一个都市有3条河经过先吼，迄个互你了解讲是安怎会成做水灾嘛，是为个原因的所在。啊，会当有只运河含即个伊就会当部分控制伊个诶迄个水灾啦吼。啊，另外一点就是讲伊讲欧洲的 connection， Europe connection， 啊，而且会当达成 river cruise。这个作用，哈、哦，啊，伫环境的这个观点来看，
是因为这个所在有经过伊个天然的光，嘛真需要有加些 requirement， 当初要做可能嘛是有加些人对这个议题来对环境的迄落，因有人当初要做嘛 protect 这个温和的促成，即嘛有真济诶迄落吼。所以去强调的是一个 wildlife 野生生物的一个迄落也平衡他们也维护吼，即嘛是人类的一个产生的所在吼。即嘛嘛是。Still， 的争议还是不平息的。但是你来看这个以这个数字来，这 Ton of cargo shipping on Rhine河，伫荷兰到德国边界，这有一米呢，偌济呢？200米呢。所以荷兰伫德国边啊，德国有。需要这些原料，需要这些丝织品，伊若用这直接就送出去，到荷兰的港口，当向世界。就是另外一点来看，就是讲，欧洲的发展是中西欧先开发，因为工业发达，所以那伫这个水域来讲，嘛是有用到伊的功效对了哈。啊，你啊看东部这个就较少啊，你伊为这多老要到黑海这边，当然是人口可能较无遐济，啊，工业无较大。啊，你呐用这个 passenger river 的这个当然是包括 transportation 和包括 river cruise 的人的迄个行业内底吼。第2017年，这个 passenger 就是有900 million，当然这是两当前啦。我想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哈。伊这个完成这个代志，就是讲有一个这个 conclude， 这个 a dream has come true，a realization of a long cherished dream。真迄落个丰盛个 dream 达成，这是 man can just do this kind of thing， 这是其中的一个，吼，所以有这个也是无简单就对了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 slice， 是因为有去参加这个 cruise， 啊有机会摕到这个资料，啊，所以我认为讲这含各位分享对。这个知识上的分享，对我私人来讲是值得啦，但是各位唔知安怎，那是另外一个困难。OK， 跟恁下口有几个啊，这个真正的，阮的船的 slice 来向各位尝试者。你即马所看的这锁啊，有乌色，有这个较无颜色。这是咧控制这只船要入去迄个闸门，啊无水咧呼来呼去的时，这只船是说话安尼掀掀掀来掀去嘛，伊弄着会破去，破去就水拢跳起啊。所以这是伫船头内底咧控制这个入去lock， 不管你是要上升下降，你爱将这先甲绑伫迄个闸门的边啊。然后放水落水的时候，伊就这样浮，固定的浮住了，稳定。伫迄个囝的锚的一个作用吼。这个是实际图吼，伫这个 canal 加闸门的这个进出的一个经营吼。这嘛是安尼吼。对啦，较现代可能做伫河流做为较早。他不会较做，有做落较大，但是迄个 lock 是无多，就是拢永远迄个 size 啦。所以你船的公司要做这個，一定要根据这个宽度来做这个量身定造就对了。就包括这简单用一个这个
就是阮坐这个船入来，入来即个单头即个闸门。我有过来伫边啊，所以有咧讲话中间录起吼，但阮同伴有做伊咧看，大家感觉真好奇，船安怎入来，安怎出去吼？吼，没落了，下播。哇，这免想。基本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将迄个锁啊，要来抛到边啊的这个安口，算抛锚好，锁起来，让伊固定起来。啊，固定起来，伊有一个迄个滑轮，由上到下，船啊下，伊这个滑轮在行。啊，所以这只船就固定伫咧。啊，这个做这个听啊。不管你是要升水下水，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啊，啊，即嘛，即个部门是做了是要 low water level， 所以我 low water level 就是你要落下流啊，伫较悬的水位要落去加水，就爱做这个动作。啊，头前遐就是 top gate， 啊，水位降到一个程度，头前遐闸门开开，通行无阻。啊，是这个 lock 的水位，甲你要起迄个水位维持水平，安尼，这只船就自然伫伫个 same level 就驶出。哦，这是 test 的比赛。嗯，你看遐一波一波的水，就是为 reservoir 来的。啊，即摆就是伊即摆先是已经水足低啦。哦，啊，你要吹要对方要晒出的这个水位是比即摆这个。给做法，啊，所以你爱 make up 迄个 difference， 所以即嘛爱为对是无个是爱灌水的，哦，你即嘛你看这几个这拢无共对是无，哦，你看到迄白白啊，遐水就是为对是无来。啊！伊一方前面先控制40%的水位，然后再天，这就是咧提升水位啦。OK， 这就是。提升到伊要挨的水位，就停止起来，然后操纵两边的闸门啊。我上半节到这为止，各位哈，真多谢大家无气焰啊，来我伫这个大家面头前来献丑，希望大家能得到赏心哈啊，对未来旅游啦，还是讲 cruise 的资讯有所帮忙哈 ，OK 啊，咱我即晚因为要后边还有两个迄、那个。video 哈，一个差不多4分钟，一个7分钟哈，
啊，搁有一个伫莱茵河迄个中流的莱茵河，互你尝试一下啊 ，River Cruise 的迄个实况吼。所以我希望这拢会当放了。所以我的景色的部分吼，就无讲介绍啊真清楚，也是稍微浏览一下，知影讲你所看。我其实这是为300几张减啊变100几张啦吼。啊，因为我是要讲运河，所以我尽量把阮这个做起去的迄落吼的人像，我尽量甲去掉啦。因为有的惊是讲团体卡迄落，剩的我有的不智慧，我才有迄落。所以我这点吼，唔是讲要特别下送的人像伫遐，因为我伫300几张内底啊减啊足些啦。啊，我对这个迄落就是讲按照这个。阮的行程吼，哪怕你要讲是为上流到下流，下流到上，因为三条河吼，真歹讲迄落。像头拄啊，会长因要去迄、那个，就是为布达佩斯要来到阿姆斯特丹，吼、哦，即等于讲，即台车为台北到高雄，啊，即嘛为高雄坐到台北啦，意思相共啦。啊，以前的经验，无人讲。为脚歹景色啊，食甘蔗渐入佳境。阮就是有阮的 advice， 阮的去的人甲阮讲安尼，所以阮伫这两个行程，阮经为台北来高雄 ，instead of 为台北去高雄啦。OK， 其实相共啦，吼、哦，脚水脚歹 ，depend on 你的心情，含你的迄个。小的个你的奇好奇的心情，啊，要去得到三心，就是在乎你本人啦、啊。但是你若同行的中间吼、哦，有当啊，作为去伫航行中间会当看，作为伫啊，举手比较啊，讲一寡经验呢，是比较好趣味的。啊，所以 River Cruise 的特色。就是你要尽量用伊个 facility 和伊个 program， 啊，即只船伫遐，你要爬去上顶面看上清楚 ，up to you， 你知道？你要讲在你内底困，困到爽快快，嘛是 up to you。所以咱咧讲，一般因咧讲叫做 CP 值啦，啊 ，cost performing ratio， 即 apply any。是不 any travel anything 啊、哦，吼，即较来啊，拢讲吼，考古生拢 CP 值 CP 值，啊，你若讲大话个小啊，真超物超所值，就是 CP 值足悬个啦，哦，啊，所以你阵会长员即摆要计划呢，以阮迄个时阵呢还有点晚啦，阮差不多十个月前就计划啦，计划。哪些人要去？一开始迄日 open， 阮规个迄个座位拢 open， 所以阮会当拣拣上好的位，而且拢左右邻居，阮遐个位拢是阮即30几个。OK， 好，所以是做点参考。好 ，OK， 那要够其他有问题，咱事啊，我真乐意。啊，阮遮同行遮有足侪人去了。OK， 啊，即嘛为着要迄、那个。规个 video 咱看较详细，所以我用较快速的浏览，最起码有几条我都不加以详细的解说就对了。哦，这里在往荷兰就是一定要看到这个事情哈。啊，我的命，对，这说的是这个都市就是伫这个啊荷兰靠德国边界，也是因算讲真古老的一些小城啊。哦啊！你即马注意看，这一个桥，你爱经过122个桥。This bridge is one of， 所以你会看，这水位到迄、那个拢固定嘛。水位伤低，船袂振动；水位伤高，这个水位涨个，伊这个 cruise 有一定的宽度，顶面嘛还佫有足侪棚，所以地顺啊安尼说，伊拢收收起来，都无法度你振。这就是。这是我一个桥，互你做参观，会经过足侪桥，足侪桥。啊，桥嘛有形形色色，嘛有足古典，嘛有类似迄个世界遗产，迄种会当啊分享。好、哦，这是我伫咧
这个小城开始伫船顶，吼、哦，啊，你伫船顶，你家己要占你上好的位去看，啊，要翕偌好的相，拢 up to you， 吼、哦，时间要运用 up to you， 啊，你若有朋友，你就有兴趣，像阮遮东华有七十八十八个，看日出，啊，有当看一寡。形形色色的景色，好 ，OK。这是伫第一个迄、那个迄、那个，阮有机会，吼、哦、啊，阮个 group 团体照。阮其中还阁有一两个老妹，伊就是他阮即个专车内底分配来另外啦，伊家己组员要来找红色、绿色、蓝色车，我们一直都即、這个因当时就是拢。有一台车翻啦，我唔免去登记啦，有爱去登记，我买什么车什么车。我一直第一日到十分钟拢是有专车啦，所以并不有一个好处就是安尼吼。啊，你左右邻居就是拢你家己的人 ，OK。好，啊，这是一个小城，你当看讲伊这个建筑物一半以上拢是 timber built 吼，啊，这嘛是一个。拢是小巷的一个特色，吼、哦，啊，有当要连 tour， 为着要看这科隆的礼堂，因为伊这叫伫中心，阮较早慢慢一摆旅游，为着要看这个时，车无地停，啊，所以就伫这個教堂的对面一个中央场馆遐休息，而且。司机去走别位，干啦！旅游啦，去澳洲，尤其是世界遗产，拢较伫中心，街路作势，伊个伊拢车限制，所以停在外口。啊，即个呢，这是迄、那个walking distance， 你看，即个位置，即是即只船伫只 parking， 吼、哦，即有一个有即个 parking 的所在吼，你着看到。科隆的边啊，我拢用行去就行得到。哦，这行其中要行遐个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咧行路吼。哦，啊，这科隆是足出名的一个澳洲的一个教堂，有的是凭着干呐要来佚佗这一带科隆，科隆是真大都市啦吼。有的是为着要来参观这个，哦，这内部的这个吼。即摆有机会，十六日中间，阮有做两个礼拜 service， 感谢阮同行有两个牧师，即摆是韦道牧师 Norman Chen 韦道牧师来主持，啊，主力是咱即、这个啊黄院长，两摆拢伊准备。一挂个定数含定含伫遮咧做礼拜，完全相共。即伫即个130个中间，唯一阮即个团体有即种个享受，有即种个迄落。所以即是 extra benefit。哇！啊，感谢讲同行个人有遮呾好个同行。OK。即嘛，即是即另外一个小城吼啊。即拢是尝试一挂伊个真水真好个所在吼，即拢我简单摕上顶出来尔吼。即摆你若看我第一张个即个行情图吼，即、这个部分呢拄开始伫来因河内底一个上水个部分，伊叫做 Middle Rhine Valley 河谷吼。啊，即、这个拢总差不多有。50-60迈中间吼，即个中间航行的中间是50-60迈，当然时间袂少。我即摆下骹要用一个吼，即、这个来，互你小可 test 感受一下吼。哎、呀，无声。Thank you.
即阵吼，阮即只船你徛伫啊，迄是一个 common area 出来开发出来，顶面呢还阁有一个足广阔的一个那会当运动会当啥吼，啊会当徛迄滴搁较悬，搁加一层的相关的中间来看四边的景色啦，吼、哦，啊因为要我翕相当家可能比伫顶面较好控制。我这是做一个 sampling， 哦，这段是来因河，是上界有景色上水的所在，哦，啊，所以这个中间，互你感觉讲，河流咧行的水动啦，景色拢伫你的水啊，啊，你看前向后向右向左，拢是足水的迄落，哈、哦。啊，这个中间有一个故事，就是德国作家有作诗，啊有唱头一条歌，就是这个歌吼，原始是这个德语，然后这边翻到英语。啊，阮在场去的时候，有一个周老师、日语老师。伊随去如果翻一个日语的这条歌啦，嘛唱啊真水啦，吼、哦！啊，这简单讲就是咧讲这个拉罗的这个 beautiful lady， 伫个铜像内底吼，啊，伊这个作家是咧描述讲，这个音乐和这个景色足水啊，船经过遮啊，叫沉迷啊了，有发生啊灾难。有加一个人，少年老的查甫人，为着这個，因为太沉迷，啊无注意咧晒，啊发生车祸。啊，这个是咧，这个人的同一、這个 statue 吼、哦，是叫做 Rory， 啊是德语来，这是 Lorelei 哈、哦、，OK， 那是简单甲你提起哈。啊，伊这是这个同像是伫这个河岸边啦吼，啊，这个钓来穿，啊，像即马这所看的这个景色，类似就足侪有古堡啦吼，好、啊，像这类似安尼吼，啊，像你看过这头来迄个景点，我拉多多是转内人啦，所以航行有诶暗时也是讲啥较无注意去发生这代、個，这个故事就是有真早的伫这個、有记载啊，哦，这拢是。伫沿途看的这个，伊个小镇啊，还是讲伊个迄个建筑物吼，啊，即嘛来到这个一个小都市吼，即个其中十三个都市，其中个停个一站啦吼 ，Miltenberg， 吼，啊，伊即个码头就停伫遮，遮呾伊伊 rich 个所在，啊，所以。船停起来 ，excursion 有诶根本都毋免用车来载，直接行过，甚至是直接为码头行出来吼，因为迄个码头是接近即个中心的对。啊，这是咧看即个小都市诶，即个景点吼，啊，旅客就是安尼来。即嘛，所以个即点，即、這个就是咧有一个出名的即、這个世界遗产中心吼，即个我拢是足水的一个迄个要爬去的所在吼。伊这一入去就说袂使用卡面啦，啊，即有一个一挂 painting 的身，伫即个 building 的东西南北。有 painting
欧洲、非洲、亚洲含美洲的一个四个角度，拢无同的这个偏地所照明吼。哦，啊，这了拄好咧落雨，哦，嗯，今麦这来是说的是这个 Bamber， 差不多以这个运河就是为这开始做的。哦，啊，这个都是黄老师真好的一挂笑事吼。啊，这个上有名就是讲这个都市列为世界遗产中心吼，啊，伫这个市区内底都保留这个啊嘛受上少的 damage 吼，哦，就说世界上的人这吼，哦，啊，这个就是伫。开放迄落大家自由时间的时候，啊，阮有十几个人，伫遮就是咧欣赏德国有名的叫做一种 smoke， 因叫做 smoke beer， 哦，为了 smoke 的 beer， 啊，小格式哦，叫名吼。即摆看的是纽伦堡吼，纽伦堡。就知影讲，阮带去一个这个希特勒的这个较大联兵的所在吼，就是安尼吼。啊，伊伫世界历史内底是算初闻就对了哈。啊，德国的蒙索这个了哈，唔是足光荣就对了。啊，纽伦堡的大审判，这大家嘛捌看到迄落过。捌知影过吼，这个是伊个一个建筑物哈，这是较早这个建筑物，啊，头来迄个是新的，啊，嘛是画啊玻璃啊真实。上尾知影有一张图片，就是这个有加一个有名的这个被审判的军官含迄个 representative 伫这个啊 room 内底来进行，所以这是差不多1915、1916遐迄时了哈。哦啊哦，这是1945的 November 20啦，有21个 leading representative of Nazi 纳粹的 region 伫遮开始放审判。啊，这个 column 是足早都有这个 column 哈。哦，阮要搁召集要搁第二摆的这个安息日呢，有咱。就牧师，就从孟牧师来，甲咱讲道吼。啊，黄院长助理啊，我即个较好的机会安尼吼。即摆另外一个都市，即是Regensburg 吼。即个船停来到遮的时阵，开始要停的时阵，伊即嘛阁有一个闸门只吼。即个所在。在因来讲，带去的这个 restaurant 是号称世界上早的 fast food restaurant， 等于讲迄落Burger King 啊，是讲麦当劳说的吼。啊，伊这个出名是咧食伊的这个德国烧食吼。啊，你看这个上右边这摆这侪滴啊，啊，要不咧摆了哈。啊，这个都是有足侪伊个套啦、church 啦、building 啦，拢是世界遗产。哦，啊，咱我这翕无到，只有一个桥，这个桥，所以12世纪的一个古，这嘛是拢世界遗产啦，吼。哦，啊，这是这个迄条河嘛，伫迄个桥内底哦，阮留影啊。翕过翕边的另外右脚就是在头路迄个饭馆吼 ，restaurant。啊，一张为着要看这个桥吼，这个桥，普罗旺是位啊，开始爬起来这边，所以这边较无，另外这个正面这边较无桥，这个桥就是足早的桥啊，你看真啊水，吼啊，这是其中的桥。有人列迄个 cruise 嘛，爱经过这個，所以伊这上线是踮水位，这中间是也趣味了，但是有一张讲水灾的经验吼。
啊，这就是看伊迄个笑起来，迄个真正翕起来的情形吼。好，这他说，这就是沙雕河的这个汇集处啊，这个多瑙河以外还有个两条河。啊，这是世界出名讲一个都市有三条河的汇集点哈。啊，这个少年的这个导游，啊，又甲咱讲吼，你看这个水位，这差不多伫正面做两三楼高的这个1789的水位，一条绳，拢底下做记录起来啊。啊，这个。导游，伊讲三日前，因这个都市才做大水灾。啊，那早不早，晚不晚，啊，多晚迄日的时阵翘起啊，整个行程拢改变，所以嘛就好。啊，那三日前的水灾，伊随整理到加下面拢做好些，哦。所以这嘛，你用我啦，加加爱有一个luck。啊，一个遐，无食也袂顺，遐也袂顺吼，啊，气候也袂顺啊，啊，搁一寡人类袂顺，真头疼吼。所以，这是要规划旅游一个时间点，爱考虑啊。要啥物所在，有可能天灾，有可能受到伊气候、水位、河流、伤冷、伤无冷、伤热吼，这种实际问题吼。啊，啊，这是迄个都市有名的一个卡诶笑景。啊，我都要离开，就直接都市笑就了用啊。啊，啊，即摆开始要进入来伫 Australia 即个有一个开始了吼，吼、啊，有一个 milk， milk， 哦、啊，啊，即内底出名就是伊即有一个。即内底有一个都市馆，差不多有80,000 volume， 真 valuable 的一款册。啊，阮即只差不多大部分即只留言吼。开始就是讲，即有真有名，迄、那个 Watts Valley，Watts Valley 是已经来自 Australia， 所以咱已经离开德国，为荷兰入去德国，开始来 Australia， 即嘛是伫 Australia， 吼、哦、啊 Australia 了，我的 ending 的先是啊 Hungary 匈牙利吼，啊即嘛即个是我那是世界遗产，所以伫遮要所看，互你 test 就是讲有一挂吼、哦、啊古堡啦，吼、哦、叫那水。哦，这么古堡，这种无去啊，这无倒去，这好哩，按要去有特别安排，这爱算个 option， 伊无带你去这啦，伊较 typical 街路啊，迄落这有一挂 option， 啊，这中间伊嘛产生足济葡萄，所以这是一挂葡萄园的地。伫普林地开设，啊，下骹是因大，所以这片的葡萄，因葡萄嘛较有名嘛吼，哦，啊，这伫较广袤的时，伫这巴黎差不多，其中有真啊侪诶，这人大做伙安尼吼，哦，这到维也纳，就这个是一个迄个音乐会，啊，真侪，这是 option， 哦。要去听音乐 concert 哈，哦，陈家湾家差不多几乎大家拢有去哈，啊，参加这个 concert 哈，啊，这个嘛是伫遐一个著名的一个 castle， 哦，也较好个笑曲，然后较有名哈。即摆说来去来到因上尾都市就是布达佩斯。就是头前迄两字含尾啊，迄四头前四个字母含尾啊，四个其实是两个都市，由多瑙河把它分割东西，
哦，布达是比较新，有 Here 的都市比较新 ，Pest 是较旧的都市、啊、所以这两因嘛保留伊的特色对嘛。啊，几个图 sampling 的吼，小我知吼，这是伫要入去的先准，啊，这西亚特别，这是决定了去到布达佩斯的时候，伫坐伫船在那看。Instead of 你爱去到迄个 building 的时候 ，take 足 long， 啊个足无简单的时候，伫船就是伊足清楚、足水、足水，你要近照、远照拢会使啊。我是 sampling 几条咧，甚至。这小是算伊国会的标准哦，哦，这嘛是其中的一边，哦，啊，这强调伊的 chain bridge， 哦，哦，索桥了哈，伊这刚才这布达佩斯是其中有七八条，啊，所以你船拢一定要经过这啦，啊，要到遐的时，就拢会当看到这，会当翕近照、远照拢，哦，所以会当亲身体验。哦，即嘛其中的这千 bridge 的一角，含另外一角吼。这个 bridge 就是通这两个都市啦，一个是布达，一个是 Pest， 哦，啊，一个是较平地、较大型发迄落建设，哦，这嘛是吼、哦。这，阮要结束有完了一个 party， 哦，这是差不多最晚的。定了，哈哈哈！不是迄个晚餐啦，是伫这布达佩斯差不多过日特别离开啊啦，哈，过日早时就免坐飞机转来，哈，哦，啊这就是迄个 bridge 哈，啊，阮这其实阮拄坐伫迄个 dining room 内底，一个透明玻璃翕出安尼，所以你嘛要看到阮这个 table。这体会上下骹，即嘛要看人的反应，我会去看到这个黄院长嘛，伫遮，这个看到这个，哦，含迄个阿 Q 哦，因拢迄落含过来对，阮七八九个拢伫这倒来，就是讲咧，哦，啊，伫迄个傍晚晚霞，会当亲身看到这个景色，不只无简单啦，吼，遮都 catch 迄个 moment 吼 ，OK， 哦。啊，这是德国人的先吼，这个 director， 去 river cruise 上大波干的所在，就是伊的 program， 唔是纯 ocean cruise 遐固定遐丰富，伊拢自己拢有一挂叫 local 的迄个民族性来唱歌，纯因都拢唱因德国人方的一挂民谣吼，啊。这个 program 要安排，拢 depend on tour director， 所以好运歹运，就是这好在就是节目有所差别就对了。哦，但是有个人若讲，若要去欣赏伊暗时的一挂 program， 那你做 river cruise 会失望。哦 ，OK， 这个是较趣味的所在哈。吃饭，迄个参加前参加后啦。啊，其实吼，因所发呢吼，是足 healthy 的迄个物啊，食足侪沙拉吼，啊，当然你的 steak 啦、其他啦、汉堡啥拢有啦。啊，你就是讲酒嘛拢有啦。伫你 dinner time 的时间，会当 all you can drink, all you can eat。拢无问题啦，啊！但是迄有诶是 menu， 比如你当个 repeat 啊 order， 啊！但是离开这爬起来楼顶，伊这是伫下骹层，爬起来楼顶遐着爱吃去啊！啊，哪怕 drink 嘛是 ，drink 可能免弄土破坏，咖啡后边嘛破坏了，哦！啊，要食大餐啥吼 ，river cruise 会失望，但是互你食会饱，袂讲像你所想象右边。肚子这么大，没有啦。OK， 好，但是everybody very enjoy， 因为差一百几个拢共迄个 dining room 来食，早餐、午餐拢共迄个位置。啊，你若要早起的时候，你会当占较好位，也是讲要含亲朋好友坐坐的，你家己去先去食，哦，嗯。
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感触，就是讲与朋友同游，其乐无比吼。啊，多谢大家扶持照顾，尤其是足侪人照顾客咯，因为客咯要塞一个 walk 去，所以你若要佚佗，若看客咯有去的吼，拢唔免烦恼。伊本身伊往后惊头，但是足侪好心人都拢伫个边啊，甲道众这道众这，足感谢。伫这个 moment 的感受是朋友情，尤其是咱东坡去，是感觉足温馨足好。所以美好回忆永留心中。这个travel 这个 cruise。一直我所旅行中间呢，上界 memorable 诶，东坡诶讲话，东坡诶做伙流行，东坡诶即个一寡意见诶讨论一寡啥，啊，搁捌着诶新知啊，就是讲物超所值 ，CP 值很高。啊，即句我是为别人学来。有诶，敢那考古算咧 CP 值，我是讲很啊，甲安尼我旅行较济拢 CP 值 ，maybe 少少 ，maybe 未歹啦吼。OK 啊，期盼来日再续前缘，就是讲啊，你有遮好诶 memory， 有遮好诶迄落吼，你有一个 momentum， 你希望再次要去旅行，要旅行是要将这個、你已经过要搁重复一摆。啊，去无同所在，啊是讲要换一个新的，有所期待，有期望啦。所以有期望，你生活、你的生命，我看就足有意义。所以对你的长岁寿来讲，含健康来讲，是有帮忙。所以我即马有要几场啊，即个 video 来做一个结束吼。即有一个四分钟，有一个七分钟吼。希望我这会当改，可能时间加减超过因哩。啊，假使讲这若老要做记录吼，你若开开迄、那个咱教会上出来吼，伊希望这转，啊是讲时间上会较比如吼、啊。OK， 香，来香嘞。这个指挥的陈兆雄博士，Thank you.
你看，现在精彩表演，拢是临时成真的，有几啊同乡，咱的朋友，临时组团，临时做编剧，临时做指导，临时啥，伫足短时间，差不多一日中间是完成。这个结束了，迄、那个内底所有人拢甲阮这队的人，感觉真强哦，所以咱会当卖是当安尼做。多谢哦，咱过来看另外一个哦。比较很少的，那个钱，请过来，啊，因带来，迄个嘛是做主编内底其中，苏苏安娜嘛是迄落吼，咱在座一只先背个后台拍一个鼓下来，这是叫多老我来这的一个来做一个演练，所以多老是足长的一个河了哈。伊所翕的镜头是比阮所看的更侪较深啦，就是要互你欣赏一个先多老河，好听足侪啊。
这来做一个 ending 啦，感谢各位来今仔日来听我这个演讲啊，多谢讲大家来捧场啦吼，这个旅行啦，无这加倍吼，嘛真太欢笑啦，不厌其烦。那是讲今晚要负责你后队的人，还是有这个心情，真侪琐碎代志。不是啦，因为我爱佚佗吼，我若无组团，无人要和我对啦。我摆脚嘛，我爱塞车，拢是讲啊，我这唔知偌慢嘞吼。啊，人到过去以前，我拢无去疏人啦。你无去，我有去安尼啦吼。啊，所以啊较勤奋嘞。啊，我这一直叫我这个三拜我就好啊。我大家拢把当作最后一次。啊，上帝人要搁和我去，我才会当搁去吼。我这么年底去杜拜，明年五月去英国，九月去法国，安尼我想差不多啊。啊，这个去不可能变成可能，要去以前我拢真烦恼啊。但是这两礼拜是变哪过吼？啊，大家拢因为我交朋友的好处就是讲，大家拢会体谅，把我放伫外口的旅行团啊，无得生存。少年、中年、老的拢有吼，所以我大概拢安尼。啊，有个人讲我咧开旅行社吼，算很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我一方面用服务的精神，啊，甲大家人呢做伙凝聚做伙啊，足欢喜的。总是变个无熟悉看伊啊吼，啊是讲有个人讲我去就熟悉啊，甲些人拢这款心态，两个再出去去拢会熟悉，迄款熟悉呢，等下就再见啦，就无话啦吼。啊，咱这熟悉去，啊，做伙，你讲干那困无做伙，出来拢出来哈，睡觉不在一起，出来哈，拢当做伙佚佗，做伙佚佗哈，啊，所以好像更了解呢。啊，多谢大家人给我帮忙照顾，我希望我嘛当照顾人，我相信过去我嘛有照顾人，啊，即卖人换轮流互人照顾，啊，大家都是施比受有福啦。OK， 祝大家健康，多谢。作家，要来讲嘛？作家。连春兰，你跳不跳啊？你莫来讲去。这好朋友有些得小孩啦，啊，伊讲讲还佫吐出来啊，歹势。我头仔讲我去跳舞哦，毋是我会晓跳，是爱跳。哎，因伫遐唱歌时哦，我安尼无彩哦，哎，有一个节目出来哦，安较好安尼。哎，同学，你建议哦，你出去跳。啊，所以临时总互做公差是安尼跳嘛吼。啊，这个唱歌以前哦，有一点哦，我爱甲迄个黄院长伊 credit 爱互伊迄个。事先哦，讲一个演讲哦，足动人嘞，所以你迄当无当就无采吼，伊真好讲啊，讲啊，大家拢现场的人拢真感动。阮含客人拢实在足足的，我现在做伙去哦，这实在是足难得的机会啦。所以阮足珍惜的，好，多谢。我感觉到，咱要出去做国民外交吼，咱家己爱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吼。我即摆去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的 capital 就是，forget the city name， 阮做伫迄个郊区啦吼，郊区。到永暗时就去市内，啊，你倒转来，大家拢用行，啊，台湾人啊，甲外国人搭阵行，啊，哪听哪讲话，啊，伊怎么讲 ？Where are you from？ 我 originally from Taiwan， but we come from state。啊，伊讲，哦，台湾，好，我这个闭起来讲。Everything computer related is Taiwan. Taiwan is a great country. Yeah, they call it. Where are you from? So we're from Switzerland. Oh, Switzerland. Everywhere people have a watch, and it comes from Switzerland. Oh, at the end, you come.
水仙是一个小国家，哎，伊遐人的品德也好，因的卫生是世界上出名的吼。啊，即卖吼，即卖一个叫做东方的水仙嘛吼，啊，就是咱台湾吼。啊，所以咱去唔当安尼随地吐痰啦吼，啊，乱当物件吼。啊，迄就是咱的文化，甲咱的吼，唔是就讲。有德一国的人，讲去台北101的一八楼遐吼，有一个叫做什么青叶菜馆吼，啊伫遐食饭吼，啊小朋友讲要小便吼，啊讲用过迄个 plastic bottle， 还把它刷伫桌顶呢，好啊，迄个 waitress 甲伊讲你袂使安尼，伊讲哎。这个是我包起来的啊，讲安尼啦吼，啊讲，啊，好人的感觉就讲，足无品德的，无品啦吼，哎，无品。啊，我感觉就讲，即届阮大家去旅行吼，大家拢足有品的，哎吼。啊，阮在表演的时阵吼，人会感觉就讲，哦，都普通时啊，因都无这个。无看到因有这些音乐细胞，哈哈！不过表演那个，大家拢有音乐细胞哈，大家品德拢真好。哎，你看迄机位哦，又有板有眼哦。哎，我感觉就讲，予人的印象就是讲，我能做一个真好的国宾外交啦，予人会叫做刮目相看哦，感觉 very proud of you。我想讲，咱若大家出去佚佗吼，无都爱想一点的吼，唔通讲，我爽就好，哈，还是我 CP 值较好就好。Actually, you have to thinking who you presented， 好，啊，咱唔，真侪人会看到讲黄，黄面的吼，伊恶伊果，对，你安怎伊果？希望咱拢有一路品。大家多谢。